呢個工人廁個浴瓶門咧就有漏水嘅情況啊，原因咧就係兩個夾口咧佢冇黐膠啊，佢貪靚啊，如果黐翻糖膠喺呢度咧就唔會出事噶啦。咁而家咧就所以一試水咧，啲水喺個夾口度流咗出嚟。咁但係呢個工人房入面咧係有啲嘅腳線咧有空心情況啊，咁我諗就係因為工人房啦，所以就冇咁仔細咯。咁其他地方就冇嘅。嗱，而家驗緊個櫥櫃，咁就嗱呢個爭嗰個層板托，所以咧一喐咧就成塊板跌咗落嚟，兩塊板咧都爭個層板托嘅，一個爭即係。我想是清潔的人呢，他附近沒有跌下來，應該是可能之前是差了兩粒的。這個單位呢都屬於不錯的單位的、有很多的工行都拿滿分的、好像內水滿分、石材拿滿分、地板拿滿分、假天花、爛河都拿滿分的，咁係唯獨咧就啲玻璃咧刮花咗，我諗佢換切啦，咁就要扣咁啲分。咁就啱啱有啲嘅有個浴瓶門漏水，有啲瓷磚空心，喺嗰個扣得多分啲啦。咁拉雲咧約莫就88至89分咁上下啦，就啱啱攞唔到90嘅。嗱，我呢度驗咗幾個單位，嗱有兩個單位就好高質素，即係靚到差唔多。好95分以上嗰種嘅，但係有一個單呢、這個單位咧就啱啱唔到90分，另外一個咧都係唔到90分嗰種，88、80尾嗰種啦。好過兩個咧，基本上冇乜嘢噶啦。咁係唯獨就試一試啲即係內水系統咁樣啦。咁就唔好嗰個咧就係、是都係玻璃花啦，有瓷磚空鼓啦。咁就只緊要敲啲瓷磚。咁啊，會確保耐用啲咯。同埋如果有工人廁嘅，就灑下水去嗰個玻璃浴瓶嗰度，睇下有冇漏水。